世界上最高的佛塔。最高的寺庙。最高的佛塔，世界上。但这边有个山洞，哎，就五个人进去，这里面可以下吗？可以下。哦，正啊，好事啊，喂。哦，好事。长命百岁啊。哦。身体健康啊。哦。哦，边有地方山洞啊？哦，花椒公园，花椒油。什么？下去可以看一下，下去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莲花真大师修行过的地方。多少年了？这个地方？80几。八世纪，所以差不多有那个1200年的历史啊。来来来，眼镜从这个地方有个那个石板台。多厉害！准备等一个大哥的标出来呀。跑到这边来了。好激动，我也是啊。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，是吧？哎，哎，好了。我先然后慢慢下去，五个人到了。
没有，还给全部都给。那给我呀，我呀。不知。打开。等一下。这边是莲花生大师的修行洞。八世纪的时候，哎呀，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。他人不在了。但是还在。但是那个。